天气很冷。我是，没礼貌。我是铁花村的村干事，我叫大大。然后我是原住民卑南族人。卑南族是在主要在台东，那一万多不到两万人的一个非常小的族群，可是我们很强盛。通常这个三首歌有一首歌我一定会唱我自己族群的歌，唱这首歌，我们自己族群的歌。上面就像和人的过年一样，对，但是我们的过程有很多，我们会用从他有一个少年驱邪纳福的仪式，有一个青少年在猴祭，有一个除丧，然后猎人上山打猎狩猎，对，我们狩猎，对，然后下山迎接凯旋，回到部落。它过程有非常多的记忆的吟唱，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神圣庄严的事情。不管外面如何解读原住民对于这样祭典的坚持，但是我想，我们一直希望外界看待我们，一如我们看待你们的中秋、端午、过年一样，你们吃月饼，你们划龙舟，或许你们不能够融入，但是起码你们可以接受。对，我之前很讨厌那种，就给我们灌一个大帽子，就说啊，台湾的什么什么保育类动物很少啊，都是原住民狩猎什么的。
我没有什么其他意思，但是我给大家一点点小数据。外来的势力进到台湾这块土地大概500年左右的历史。500年之后，不管是哪一个外来的政权，但是他消灭了台湾的平埔族，他让所谓的台湾的高山族被很严重的汉化，对。可是500年之前的千百年，台湾原住民一直跟这块土地相处得很好，我们绝对不会有保育类问题的问题，这样。所以我们就那个大自然的功生生不息，我们很坚持，而且我们很努力。好，我喝柚子茶，敬大家。我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，我很有幸搭上了所有的台湾的民歌时代，然后后来我也很有幸的去学了一点吉他，然后可以在那个时代的民歌舞去唱，对，然后很努力的去赚自己的学费，对，虽然成绩很烂，不过我觉得可以很庆幸自己有机会一直唱20来年。然后最近看到很多年轻的朋友，他们在重新唱自己的一些音乐诠释，我当然会放心去听他们新的作品，但是我也会回想到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些东西，所以我最近在唱一些比较有味道的歌曲，然后跟这批年轻的朋友做一点分享。对，我唱下面这首歌应该很这个大概要6年级前半段的人比较可能会听过。Baby
再一次不在意的想。叫范逸文，他声音都很低沉，然后他跟张清芳唱了一个，从你心中我才明白这些日子以来，看大家都很迷惘，就表示这些歌你们都很陌生。好，哇，我唱我的第三首歌了。请问几位朋友从哪里来？第一次来吗？第一次来，我来不及介绍。对，我刚好介绍一下，我刚好介绍一下那个上首曲家，因为我三首歌就是就会换人。下面一个是谁？下面一个是谁？你知道吗？端木写，干嘛？你们这人在外面练歌了，不唱歌？可以，是怎样？现在就是意思就是我继续唱，对不对？我今天上来唱歌的，我要送你们那个，我一个朋友做的那个，卡片式的月历，明年度的，对，刚放车上，对，好，不管，那我就继续唱，有人写的跟我讲一下。不是喉咙不舒服，可是就怪怪的。